大家好，这里是花生这一家频道，我是土豆，不是花生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做的是第二层哈，昨天做到第一层，今天做第二层。第二层呢，就是这个，有没有看这个层？这一层是第二层哈。魔术方块就是有之前有讲的哈，它是一层一层往上做的，有点像是盖房子一样，先做地基，好，做完地基以后做第一层，接下来做第二层。过来做顶部，再来做第三层哈。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层哦。第二层其实有两个公式所组成的哈。哪两个公式呢？就是我做慢一点哈，然后把公式会写在右上方，你可以看一下。通常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左上右下，右上左，左下。好，这是一个公式哈。那就是左上右下，右上左下。好，还有另外一个公式叫右上左下，左上右下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公式哈。有这两个公式，你就可以把第二层做好了。那这个公式到底代表的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公式，左上右下，右上左下。如果魔术方块拿这样子的话，它会出现一个状况哈，就是这一颗会跑到这边来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一颗假设是黄色跟绿色，做完第一个公式以后，这个就变黄色跟绿色。好，那我改变一下地顶层哦，假设这一颗是黄色跟橘色，这个做完第一个公式以后，这变成黄色跟橘色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假设我们是这一面，这个是蓝色跟黄色，做完这个公式后，这是蓝色跟黄色，所以呢，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就是你需要什么颜色，你就去找什么颜色。我们找找看有什么颜色可以用哦。这一颗是红色跟蓝色，所以我们找找看旁边有没有红色跟蓝色啊？你看哦，这一颗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会变蓝色，这个变红色，所以这三颗就接在一起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这时候呢，就是要用第一个公式，左是右手，记得右手到左手。左上记得是这一层哈，最右边的这一层，右上好，左下 ，OK。那记得一个是左上右下嘛，右上左下，然后右从左手到右手，右有吗？上记得是前面这一个、哦、上左下。好，这时候你看颜色掉下来哈，再次强调哈，左上右下，右上左下，前面的右跟后面的左，前面那一段跟后面那一段的地方是不一样，一个是在这个地方，一个是在这个地方哈，记得哈，你把你的那个魔术方块拿成 V 字形的时候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这边，好，记得哦，再来一次哈，我们再示范一次。左上右下，诶，不对哦，来，重来一次。我先把它归位哈。拍摄的时候比较不好准。左上右下有没有？好，右上左下 ，OK， 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这边哈。好，再来一次哈。我们找一下，我缺上面有什么颜色可以搭下面的，一样是红色跟蓝色。这一次呢，你看我刚才转一转，它跑掉了哈。这一次变成红色在这里，蓝色在这里。OK， 这时候我们要做第二个公式。第二个公式什么东西都不会改变，会改变是这个颜色跑到这边来，这个红色会跑到这个红这个地方，这个蓝色会跑到这个蓝色这个地方哈。刚才那个公式是这个会跑下来，对不对？这是公式是这个会跑下来，好，反的下来哈，所以呢，刚好我们这里缺蓝色，这里缺红色，所以第二个公式就是反过来的公式哦，叫右左到右，左手到右手，右上左下，左上右下 ，OK， 所以这两个公式刚好就可以把第二层组好哈，你不需要花其他的东西，只要你把这两个公式记熟，你就可以把第二层组好。接下来就是用判断的哈，看你缺什么颜色。好，我这边是不是缺橘色？
这边黄色先让它掉下来没有关系，所以我用第一个公式，左上右下，右上左下，好，橘色就补好喽。接下来你会发现一定会慢慢跑出来可以相配应的颜色出来，蓝色跟橘色，这时候让它调过来这边，对不对？所以是第二个公式，右上左下，左上右下，好 ，OK。接下来它已经接到这边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剩下两个地方，这两颗有问题哈，一颗是橘色跟绿色，一颗是绿色跟红色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橘色跟绿色，或绿色跟红色，有这里一颗。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也要放在这边哈，让它掉下来的时候，这一颗可以取代它，这一颗可以取代它哈。所以是第一个公式，左上右下，右上左下。好，接下来剩一颗哈，我们找找看有没有，一定会有的哈。只要魔术方块没有错的话，一定会有。好，现在没有出现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让它这个补齐，这一颗让它掉下来，让它补齐。左上右下，右上左下。好，接下来找找看，还没有，一定会有哈。如果没有，表示有问题哈。这一颗让它掉下来，一样。左上右下，右上左下。这样就接好喽，第二层就完成了哈。所以呢，就是由这两个公式所做出来的。要记好哈，这两个公式，一个是左上右下，右第一次的右是在这边哦。好，然后右上左上右下，右上左下的另外一个是在这里哦。OK， 第二个公式是右上左下，右上左下的第一个右上是在这里。然后过来左上右下是在这里，是在这里哦，刚好是两个是相反过来的公式，它就可以把这两个组好哈。组好以后呢，你第二层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有问题的是顶层跟第三层哈，那我们到下一次的时候，我们再录顶层跟第三层的教学方式。那今天就到现在喽，你们先练习看看，看有什么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提出问题来哈。这个是基本的解法哈，那。我们希望对你们的解法有帮助。OK， 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哦。要记得，我是土豆，不是花生哦。感谢收看，请支持订阅我们哦。拜拜。